导航去北京之搞呀。你怎么不开奔驰了？你是不是还不起月供了？什么我月供还不起啊，奔驰我该腻了，我现在换个国产该一该怎么样啊？我支持国产不行吗？啊，你就是还不起月供还逞强。哎，你会不会说话？你看我是占了十几二十万的人吗？啊，我自己，你说我还不起月供，开玩笑啊，我分分钟钟上上下下那几千万的收入啊。几千万的收入的人还开国产？这开国产丢脸吗？我奔驰我该腻了，我现在我开个国产，支持一下我们国产，我们支持一下我们中国制造，怎么了？你就是没钱。哎呦，你说话过过脑子行不行？我赚了点钱吗？啊，我分分钟钟上上下下几百万收入。你这吹牛的口才真不错，给你点个赞。开玩笑，你我跟你讲啊，我不是跟你吹牛啊，我这